算我们正式的结婚，这叫浪漫。我懂，全部的你。 就是我新来的助理，这个人好眼熟啊，李宇冰。明天记得过来报到。没问题，说要我做什么，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知道搬来了该怎么办吗？不知道。 我是包晨吗？晨，那你换换肩膀啊。换个箱子接着搬。出其不意，唯快不破。你会。 请我，王总监，没问题。我没事吧？为什么会在那么多人面前去保护他呀？难道我喜欢上了他？怎么可能？ 笑什么？你又不喜欢李宇冰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喜欢李宇冰呢？是不是？唐雪，我喜欢你。一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，早说。 明天就去国家队了，你自己会乖乖的啊。那可不一定，上次你给的金钟罩都过期了，我需要一个新的。 所以，大多数青春期少年们都会陷入对偶像的迷恋，以缓解焦虑的情绪。别误会，我的偶像不是这些歌手影星。说到爱情，当然就要有以爱情为花语的玫瑰。我的偶像，我们以这朵玫瑰就是作为一束花。中国首屈一指的花艺大师渤海亲自操刀，担当设计总监。有颜值，有才华，有实力，更有魅力，稳重有内涵，简直刷新了我对帅的定义，对吧？ 你是谁呀？销售部门的零零七。工作时间身为门店销售，你为什么会在公司呢？来看你。擅自离岗玩忽职场，你不清楚。你大难不死，我如愿以偿。双喜临门，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吧？心意我领了。今天晚上我还有很多事要做的。我倒是知道有个地方，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夜景。 博总，我们刚吃完饭。
你吃饭了吗？我没吃饭，我饿死了，七七。我们家做了火锅。我这不太熟，你送我出去吧。哦。渤海先生，晚上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提要。我就是蠢，但也总比你这个胆小鬼好。喜欢就喜欢，说出来有那么难吗？我愿意为你承担风险，愿意跟你共度难关，愿意为你去冒险。你呢？换一点点感动。就告诉你，下了班一起走吧。不行，被别人看到怎么办？刚才差点就暴露了。看见了怎么了？我还怕别人不知道呢。不行，人家都说你是白天鹅，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认识的007可不是这么没自信的。那还不是因为遇见你了吗？我害怕被别人说。希望你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。但我提醒你，既然你跟渤海已经分手了，那这一次也是你最后一次帮他。我来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是个男人，我会保护你，我有能力保护你。七七，好感人的表白。可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凭什么保护他呀？也要带着笑容，心痛，时间只负责流淌，不负责。我究竟有多爱你？不行，别念了，我都忘记我什么时候写的了，怎么会写的这么肉麻？还因为为了你，我能做成的事。因为你穿越我心灵的旷野，如同阳光穿透水晶般容易。思腾，你玩玩玩得很开心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玩了。那么我告诉你，如果还想跟着我的话，我要给你好好做做规矩。比如说，我想你跪着，不管你是真心要跪，还是被刀子压着跪，只要跪了，我就满意。我想麻烦你一下，能不能陪我一起下去拿一趟外卖？如果我说不呢？我不是考虑到在这会多住些日子吗？所以我买了很多东西，您就顺便帮忙搭把手，行不行？是你求我吗？是的啊，帮忙搭把手呗。说的搭把手的意思是让你帮我拿点东西。我搭了手的。沈英灯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喜欢沈英灯了？那我看到你每次看到他，我都怕你眼珠子会掉下来。你这话说的也太夸张了。以后你再去见沈英灯的时候，把这个带上。这怎么带啊？现代除了变态杀人狂，谁会把女人的头发放身上？多瘆得慌。让你带你就带上。不许反驳。待会儿到了那边，跟紧我，别再给我惹麻烦。好嘞。干嘛啊？你不是要跟紧你吗？记得上次在黑背山就是这样，我以为这样对你有用，我真的只是想帮你。你
帮不了我的。无论是人还是异族，还是外星人还是阿凡达，司藤，只要是你，我都可以。你可以什么？我说，我希望我和你可以真正的合为一体，司藤。我喜欢你。一会儿你回来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好事。还和我玩神秘？其实我是想和你说，如果你喜欢过那种吃饭、看电影、逛街的生活，就像现在最普通的年轻人一样，那我愿意和你一起试试看。司藤，那天在梦中相遇，我会用尽全力抱住你。不弃我们相爱的勇气，答应我，下次在人海相遇。你果然找到我了。